迈向深蓝大洋铸舰。伴随着我国加快海洋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中国海军的舰艇乘风破浪地驰骋在浩瀚的大洋上，航迹开始遍及世界上的各个大洋。然而，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作战支援保障。有着南海作战支援先锋之称的海军某作战支援部队勤务船大队，就是这样一支海上保障劲旅，为提高海军远洋作战能力、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同样凝结着军需管理人员和舰船炊事兵的辛勤汗水。当舰船出海执行任务时，他们又和全舰官兵风雨同舟，并肩远航。今天，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将来到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现场，让我们零距离地领略他们在舰船甲板上进行的一场充满海军特色和海洋风情的厨艺大比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谁是终极英雄》，我是主持人李彦军。那一看到我周围这个环境呢，我想很多观众就不难猜到，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海军的军港，这里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黄埔古港。那么大家往我身后看，直线距离200米的江对岸呢，就是历史上驰名中外、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而有着南海保障先锋之称的某作战支援艇支队勤务船大队就驻扎在这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炊事专业的比拼即将在这雄伟壮观的舰艇上展开，这将是有着浓郁的海军特色和海洋风情的专业大比拼。好了，现在就带大家上舰艇上看一下。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各队的参赛队员。我是蓝队一号，名字叫陈烈昭。我是蓝队二号林文豪。我们是蓝队，我们的口号是勇于拼搏。我是红队一号，上士黄文球。我是红队二号选手中士陈青。梦幻卓，水举争锋，耶！大家好，我是黄队一号中士陈凯。我是黄队二号队员夏士张琪。新推成的梦想，敢打更要敢拼。我是绿队一号某勤务船大队军需，我叫陈培元。我是绿队二号，我叫钟车兵，我来自海南。我们是绿队，我是一号，我是二号，我们的口号是永不泄气。谁是终极英雄的比赛共设三关，第一关专业技能比拼，第二关特殊技能比拼，第三关实战技能比拼。比赛采用淘汰制，红黄蓝绿四组队员进行比拼，每关过后成绩最差的一组将被淘汰，三关过后获胜组将成为终极英雄。现在我们军舰上的一日三餐不仅要吃出健康、吃出口味、吃出营养，更要吃出我们海军特有的文化品味。大家现在往我身后看，在我们大队呢各条舰船上优选的红黄蓝绿四支参赛队伍已经准备就绪了，他们要在这里亮出各自的拿手绝活，进行第一关特色招牌菜的比拼。在正式比拼开始之前，先来认识一下我们比赛的评委，他们是西式烹调高级技师、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丁义朱教授，欢迎。勤务船大队后勤主任傅强华，现任南油972船副政委李广平。好了，观众朋友们，第一关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这第一关呢虽然只有一道菜，却是他们各自舰船上的特有的菜，蕴含着独特的意义。好，现在呢我先请我们的水兵用旗语来向电视机前的全国观众报一个菜名，有请。左右中，
打开手机。旗语是每一位海军战士都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而此时他们正在用旗语表现的这个菜名，就是接下来第一关中的一支参赛队所做的菜。想知道究竟是哪道菜呢？你可得认真往下看了。好了，现在就请我们现场的指挥员李超来发布本关比赛科目，有请。本关比拼是以新兵上舰加餐为背景，每支参赛队以加餐形式，按照80元的成本标准和8人1桌的就餐规模自选食材，分别制作一个具有本舰船特定意义的特色大白菜，目的在于检验各舰船饮食文化保障的品味质量，彰显保障特色。在座评委将根据菜品的色香味形以10分的形式进行评判打分，得分最低的队将在本关被淘汰。第一关第一组，红队黄队，比赛开始。比赛一开始，第一组比拼的红队和黄队就忙活开了。黄队首先热油，而红队先准备食材切鱼。究竟两个队要做的是什么菜呢？咱们先卖个关子。但是这一期的主角既然是海军炊事兵，想必是和海鲜离不开的。第一关一上来就出了道不命题作业，难度可不小啊。此时两组队员还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食材，终于看到黄队的这道菜选用的是虾，每一只都要细致地将虾剪开，以便烹饪得更入味儿。黄队所热的油可不少啊，不知道他们究竟要怎么做这虾呢？而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舰艇部队的炊事员，不但要有精湛的厨艺，还必须熟练掌握1项以上的舰艇专业技能。我们看到这个黄队的油锅呢烧得很旺，哎，陈凯，我想问一下哈，你们做的这道菜名叫什么呢？我这菜名叫红红火火。红红火火？对。为什么选这个菜名呢？选这个现在这个社会啊越变好了。我想嘛，这个以后我们这个日子啊肯定是越来越红红火火的。嗯，好的，你继续进行吧。红队的小黄，你们这道菜的菜名叫什么？叫一帆风顺。一帆风顺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的做的这个形状到最后看的时候会像一个船的形状，然后有个寓意就是顺顺利利的意思，没事，我们海军嘛。好的，不打扰你们了。听完主持人问出来的菜名后，你是不是更期待看到成品了呢？黄队炸虾的同时，红队开始将腌制好的鱼肉用竹签一片片的穿好，他们这究竟要怎样做出船的造型呢？此时黄队的虾已经炸好了，评委们也坐不住了，纷纷过来近距离的查看两队的烹饪过程。黄队加入适量的油，放入姜片、葱段和蒜片，不难想象他们要开始炸虾了。而红队正在给鱼头裹上鸡蛋液和面包粉，生火倒油，看来也是要油炸。而此时黄队的豆豉酱已经炒出了香味儿，在倒入之前炸好的虾翻炒，看着都让人流口水啊。而那头的红队终于热好了油，放入鱼头开始炸了。还有鱼尾也是一样，我说这两样东西看着也没多少肉啊，还炸它们干嘛呢？难道是和他们之前说的船有什么关系？还真是果不其然，一头一尾倒有点像船的样子。可是他们这菜不是叫一帆风顺吗？你有的问了，那光有船这帆呢？您别急啊，看见这满锅的鱼肉串了吗？帆就在这里。估计你心里头又开始犯嘀咕了，不过还是劝你别急，一会儿自然见分晓。咱们啊，还是先去看看黄队，他们的红红火火已经出锅了，那叫一个香啊。报告，完成，制作完毕。
此时红队的鱼肉串也已经插得差不多了，别说还真有点像番，再摆上香菜，一盘色香味俱全的一帆风顺就完成了。光从这外形上看，红队这创意啊果然不错。报告，红队制作完毕。现在我们看到红黄两队的菜呢已经制作完毕了，一个是一帆风顺，一个是红红火火。现在请评委品尝打分。味道来讲啊，很好，就是但是它也有一定的改变，没有真正传统的四川菜那么辣，更像喜样到我们的南方的气候。第二来讲，它的装饰来讲啊，这个香菜最好要放在边一下或上边一点点。再是第二个来讲啊，它那个辣椒，要起的多少短一点，让我更会突出了虾的造型更好。那这个味道呢，也是对于我们海军在舰船上生活的这个官兵来讲的话，也能够有达到这个去湿的目的。好了，刚才是红红火火，现在咱们请三位来品尝一下一帆风顺，一起。味道不错，特别回的馅料，用的馅料的生鱼。我们广东人说讲的，生生猛猛，年轻人嘛。生猛。生猛。从它的形状来讲，有头有尾嘛。卸它以后，回来后头一帆风顺。第二来讲最好存在的不足来讲啊，就是这个，香菜放的比较多了，引不出来的碟里那个海浪的形状。盘子里面香菜是作为海浪的意思。对，浪太大了。对，很脆，很爽口。这个很嫩很滑。做的相当不错。外焦里嫩，正好。都给了很好的评价哈。你们在这里慢慢的打分，那我把这两道菜呢端给我们的现场的战士们尝一尝。刚才呢，三位评委对红黄两队的菜品都进行了点评，那现在呢，他们在斟酌着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分数。那现在我就把这两道菜拿给我们现场的战士们品尝一下，一帆风顺，红红火火。主持人一端到观赛的战士们中间，这两道菜立马就被一抢而空了。我说你们也给我们这摄像组留点啊，他们已经辛苦半天了呀。刚才呢，我们的评委呢对菜品的色香味和形进行了全方位的考量，他们心中呢已经有了一个分数。现在请我们的评委给红队的一帆风顺两分，行，8.9，九分，红队26.9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黄队的队员开始紧张了，因为他们到底能得多少分呢？好，现在请评委给黄队的红红火火两分。行，9.2分，9.2分，黄队27.6分。第一关第二组，蓝队绿队比赛开始。第二组蓝绿两队的比赛可不轻松，要知道上一组的成绩可都不赖，蓝绿两队可要加油了。要想晋级，看来不只是要做得好吃，创意和造型也是很重要的。下面我们趁着两队准备食材的功夫，来简单的说说这舰艇部队的饮食文化特点。首先要体现民族特征，海军是战略性军种，是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舰艇是流动的国土，代表着国家的主权、民族的形象。因此舰艇部队饮食文化的建设要体现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弘扬民族饮食文化的个性。第二，突出海洋特征，舰艇部队饮食文化的建设要适应海洋特殊的保障环境，要把握好高温、高盐、高湿的特性，利用好舰艇有限的保障空间，烹饪出具有海洋文化风格的美味佳肴。蓝队将热好的油倒入蒜蓉中，再加入之前切好的粉丝搅拌。而绿队往锅里倒了适量的啤酒，帮助螃蟹去腥提味儿。绿队，我想知道你们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呢？
永不懈怠。它的寓意是什么意思呢？寓意就是作为一名军人，在部队有一种坚持，永不懈怠。但是我看这几组里面，你们用的这个食材是最少的，好像是，都有哪几种食材？我们用的就是主菜，就是以螃蟹，嗯，蟹就是以这个刚好有个同音，刚好是蟹。哦。但是这个还有我们这个西红柿跟这个西兰花作为配菜，嗯、配出这道菜是以蟹，以及蟹这个红柿为主。嗯。那现在你锅里焖的就是蟹子。是。哦。蓝队能告诉我你们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吗？对，鸿运当头。鸿运当头。对，它的寓意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螺上面，我们标了三个颜色的枸杞，我们所以说把它称为那个鸿运当头。嗯，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鸿运当头标了这三个代表我们的军人啊，就是最好的本色出来。嗯，好的，赶快抓紧时间吧。蓝队将搅拌好的蒜蓉和粉丝加到扇贝上，准备开始蒸。而此时绿队的螃蟹已经熟了，出锅了。你要是以为这永不懈怠就是这样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创意啊还在后头呢。不一会儿的功夫，蓝队的扇贝就蒸好了。绿队开始将螃蟹摆盘，这永不懈怠可不是随便叫叫的。另一边的蓝队也摆上了之前雕好的西红柿，再加上葱花枸杞的点缀。而绿队摆好蟹腿，这道永不懈怠就完成了，果然是不同凡响啊。报告，绿队制作完毕。蓝队汲取了上一组黄队的经验，在盘子一周摆上了香菜做点缀，这道鸿运当头也就完成了。这组两队做的菜在卖相上来说都还不错，但是不知道评委尝过之后会给出怎样的分数呢？报告，蓝队制作完毕。观众朋友们，蓝绿两队的制作呢已经完成了，我们看到两道菜摆在我们的面前，鸿运当头和永不懈怠。来，请我们的三位嘉宾呢来点评一下外观，然后再品尝一下味道。来，教授。两个菜的外观来讲，这个菜是比较好一点，比较清淡，但这个菜来讲啊，量比较大一点，颜色在搭配的比较好一些。那不知道这两道菜的味道怎么样，来一起尝一下好吗？好，那我们先尝这个。味道不错，非常的酸嫩，味道很好，鲜嫩爽口。嗯，李副政委，这道菜加入了适量的酒，跟这个海鲜的搭配了，更加的口感比较清淡一些。好的，来，咱们再来尝一尝鸿运当头。当然鲜贝的味道真的比较老了一点，所以要突出它一定的鲜味。这道菜呢主要是以这个带子为主，它这个蒜蓉稍微多了一些，掩盖了这个带子的这种外观。好的，那么你们三位呢先来打分，然后呢我请我们的战士他们也来尝一下好吗？我想把我们这四道菜的菜名呢连起来送给我们的海军的官兵，还有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声祝福，那就是祝你们在2013年里鸿运当头，红红火火，永不懈怠，一帆风顺。好，鸿运当头，来品尝一下。吃完了。来来来来，哎呦，后面的，后面等不及了，来来来来，后面的兄弟，来来来来来。我们也该兑现承诺，揭晓比赛开始之前用旗语报的菜名了。这回你猜到了吗？不错，就是一帆风顺。现在该是蓝队队员紧张的时刻了，因为红黄两队呢都获得了不错的分数，那么到底能得多少分呢？现在请评委给蓝队的鸿运当头两分。行，八分，8.5分，8.4分。
蓝队24.9分。现在评委马上要给绿队的永不懈怠亮分，好，请评委亮分。9分，9.3分，9.2分，绿队27.5分。第一关比赛成绩，红队26.9分，黄队27.6分，蓝队24.9分，绿队27.5分。根据比赛规则，蓝队被淘汰。其实呢，作为我来讲哈，我认为你们做的真是不错，但是我不是评委，没有打分权，因为我本身是山东人嘛，你们蒜蓉放得多，我山东人就是喜欢吃大蒜，就是蒜越多越好。但是评委是从专业的角度上来给你们打分的，可能是有他们的道理，对吧？对。那有想到你们被淘汰吗？没有想到，没想到这么快。那想对你们已经晋级的三个队说点什么呢？对下一集他们能做出更好的美味，发挥他们最大的厨师的那个专业水平吧。嗯，这次虽然被淘汰了，但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能够加油，加油，好吧，加油。对外接待访问的任务呢是越来越多，你比方说我们的舰船出访、海外护航，还有营外接待等等，都需要我们的炊事员能够做出符合不同国家文化、饮食、风俗特点的菜品。那么这一关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进行，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更难的呢，是我们的三支参赛队，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菜品。为什么呢？他们必须抽签决定，你抽到什么菜就要制作什么菜，抽到什么开胃酒就要制作什么开胃酒。好的，现在请我们的三支队伍进行抽签。现在请打开。红队制作的头盘冷菜是海皇拼盘，主盘热菜是人参鸡肉卷配蔓越莓胡椒酱汁，鸡尾酒是渐入佳境。黄队制作的头盘冷菜是腌三文鱼蟹肉卷，主盘是微煎太平洋红鱼配干笋肉汤和嫩菠菜，鸡尾酒是清凉世界。绿队制作的头盘冷菜是西瓜拌鲜时蔬沙律，主盘是香煎顶级牛柳佐红椒汁，鸡尾酒是自由古巴。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现场指挥员戴玉良来下达本关比赛科目。第二关，甲板冷餐会制作比拼，情况设想，欧洲某国海军编队将抵本港进行友好访问，为体现中国海军的欢迎之情，要求三支参赛队伍以现代海军礼仪和欧洲饮食风味为前提，根据现场抽签结果，分别制作一个冷菜、一个热菜和一个鸡尾酒。现场评委将根据酒品、菜品的工艺、质量和礼仪程序进行评判打分，得分最少的队将被淘汰。各队就位，比赛开始。这一关，三支参赛队需要同场竞技，这可是一次面对面的较量。红队首先切三文鱼，制作他们的头盘冷菜海皇拼盘。而黄队选有了芒果做配菜，制作他们的头盘冷菜是腌三文鱼蟹肉卷，想法独特。绿队正在切西瓜，因为他们所要制作的头盘冷菜是西瓜拌鲜时蔬沙律，切好后放入锅中煎，加入少许的糖，保证西瓜的甜度。此时三支队伍都在认真地制作头盘冷菜，相信看过第一关他们制作的既有外形又有内在的中餐后，大家已经赞不绝口了。可是你们没想到吧，咱们基层部队居然还有炊事员会做西餐，那是因为海军转型建设和军事外交形势要求，官兵必须进一步提升中西餐饮烹饪制作水平，能够更好地向世界展示我海军官兵深厚的文化品味和良好的国际素养，让世人感受开放包容、友好文明、中西贯通的高素质中国海军魅力。此时红队热油，给鲜贝肉撒上调味料，准备煎熟。
摆好盘。点上漂亮的酱汁，这红队的头盘冷菜海皇拼盘就完成了，有虾，有鲜贝肉，又有三文鱼，看着真是精致。此时绿队的头盘冷菜西瓜拌鲜时蔬沙律也基本完成了，旁边的另一名队员陈培元开始切牛柳，准备烹饪主盘香煎顶级牛柳做红椒汁。而此时的红队开始准备第二道头盘，人参鸡肉卷配蔓越莓胡椒酱汁的食材。这么炖的做法并不简单，黄队也已经开始做第二道主菜。热好了酱汁，加入菠菜，然后煎太平洋红鱼，将鱼放在菠菜上面，再加上蔬菜点缀。旁边绿队的牛柳也出锅了。在芥末墩上加上人参鸡肉卷和翅根，红队的人参鸡肉卷已经基本成型，再摆上各种蔬菜装点，倒上一小杯蔓越莓胡椒酱汁，红队的主盘就完成了。再调上一杯加入橙汁的鸡尾酒，这个名叫渐入佳境的美酒就完成了。而此时黄队还没有完成第一道头盘冷菜，切好三文鱼放在芒果上，放好蟹肉沙拉，两人分别挤上酱汁点缀，黄队的头盘冷菜和主盘就都做好了。再调上一杯加雪碧的鸡尾酒，清凉世界，黄队也完成了比赛。黄队制作完毕。而绿队不急不慢，摆好点缀，挤上酱汁，也完成了主盘香煎顶级牛柳佐红椒汁。最后调一杯朗姆酒加可乐柠檬片，鸡尾酒自由古巴就制作完毕了。报告列队制作完毕。观众朋友们，三支参赛队伍呢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制作，摆在我面前的可以说是件件都是精美的艺术品啊，我看的都有点头晕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我真难以想象这些精美的菜肴还有餐前的开胃酒竟然出自我们舰船的炊事员之手。哎呀，现在请我们的三位评委来品尝一下，然后进行点评。三位评委一一认真品尝完三支队伍的每一道菜和酒。评委呢已经这个品尝完毕了，我们看了外观又品尝了口味之后呢，到底这三支队伍的作品怎么样呢？李副政委，红队的这两道菜从外观上看造型比较时尚，从选料上看知道人参鸡肉卷加入了人参的元素，还有这个芦笋，同时搭配的胡椒酱啊，在口感上呢更加的清淡。这套沙律拼盘呢主要选取了三种的做法，一个是水捞的虾，然后烟熏的三文鱼，还有同时的这个带子啊，同时在这个做法上面啊更趋向于时尚的元素。来，丁教授，咱们看一下黄队的啊，他选择了深海的红鱼和腌三文鱼，调料来讲啊开胃酒和酱更进一步，也是搭配更加合理。副主任，你感觉如何？绿队的做的也可以，这个牛排的颜色稍逊，煎的这个橙色呢
稍微这个有点老了，应该是六成熟就可以了。嗯，刚才呢听完了我们三位评委的点评，那么现在呢评委要到船舱里面去想一想，讨论一下，看看该给我们的三支队伍打出什么样的分数。好，请朋友们，这样的美味佳肴呢咱们不要浪费了。那么现在呢我请三支队伍呢在这站好，为我们的船上的官兵们服务一下，也请我们的船上的官兵来进行品尝。好，有请我们的三支队伍。三支队伍的队员们为官兵们分好了菜，大家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开吃了。两位战士，品尝完了，你们感觉味道怎么样？非常好，报告，好极了。谁报告？我还没吃着呢。你还没吃着呢？对呀、啊。真的假的？真的呀。真的，咱们现场还有没吃到的战士吗？没吃到，都没吃到啊！哎呀，我看你们刚才吃狼吞虎咽的，你看你还在嚼呢，还在嚼。真没吃着是吧？没吃着，没吃着，真没吃着。看来咱们战士是意犹未尽啊。这样吧，我再次一展身手，为你们做一个节日沙拉，好不好？好。我现在呢，原料已经准备好了，我就马上开始动手做了啊。我用的这个食材呢，有鸡蛋、生菜、土豆、火腿、沙拉酱、金枪鱼罐头，另外呢还有盐啊、油啊等等。听着并不是很难的样子，那就让我们跟着主持人一起动手做做这道节日沙拉。首先将生菜撕成小片，然后将鸡蛋去壳切小块，土豆切小块，加入少许的盐和适量的糖搅拌，再将火腿肠切小块，加入金枪鱼罐头搅拌，最后加入沙拉酱，再一起拌匀即可。你学会了吗？好了，要出锅了。看把我们主持人给高兴了，都跳起了骑马舞。好了，我的节日沙拉完成了，来吧战友们，你们辛苦了，品尝我的节日沙拉。尝尝味道怎么样？保证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观众朋友们，我们的评委呢经过仔细的斟酌，现在呢他们对于各队的作品呢已经有了心目中的那个分数了。那么究竟哪两个队能够晋级到最后一关，哪一个队将遗憾的出局呢？现在就开始量分了。首先请评委给绿队量分，8.5分，8分，8.4分，谢谢。现在请评委给黄队量分，请，8.5，9分，9分，谢谢。现在请评委给红队量分，行，9.2，9.2，9分。第二关比赛成绩，绿队得分24.9分，黄队得分26.5分，红队得分27.4分。根据比赛规则，绿队被淘汰。非常遗憾，绿队的两位队员在这一轮被淘汰出局了。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吗？没想到。没想到，没想到，的确是没想到。那觉得原因在哪儿呢？这原因在我们搞那个牛柳，我们这牛柳这一关做这方面就煎的熟路就过了一点，原本就搞个七成熟差不多，然后我们就煎的可能煎过一点，我们差不多是按我们中国的口味来的。中国口味我们就喜欢吃熟一点。但咱们这一关呢，不是给咱们的水兵做，是按接待外宾的标准来做的。是是是，这就是我们失误的地方。对，唯一有一点遗憾就是这点没搞明白，听清楚，导致我们这一关落选的原因。舰船呢，在大风大浪中上下左右前后是一起颠簸。人在舱室里想站住都很困难，更别说是炒菜做饭了。那为了提高我们的炊事员在风浪中的做饭能力，我们勤务船大队呢就建造了这样一个模拟的储舱平台。我上来来试验一下。大家看，现在呢我们这个模拟储舱平台呢只是左右摇晃，真正到了海里头呢，那是上下左右前后是一起晃，难度太大了。那么究竟
这最后一关，红黄两队谁能最终夺冠呢？现在先请我们现场的指挥员王青来下达本关比赛科目。第三关科目，模拟远洋出装平台海上隐私保障比拼，两支参战队在模拟远洋出装平台上，在15分钟内完成10人份鸡蛋、火腿肠、炒饭等制作，目的在于检验各舰船在远洋航行大风浪条件下自我餐饮保障的能力。比赛开始。看着摇晃的模拟储舱平台，别说是站上去炒菜了，就是站住都很困难。刚开始可能还有些不适应，我们看到两队队员都有些站不稳，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开始手上的工作。烙木训练属于抗眩晕训练的一种，通过训练可以大大增强官兵的平衡技能稳定性和方位判定准确性，确实提高官兵在强负荷状态下抗眩晕和保持身体平衡的能力，同时也可以有效培养官兵果断勇敢机智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友爱的协作精神。在浪木上进行模拟作饭训练，可以让炊事人员在接近真实的情况下体验海上航行时的环境特点，有效提高眩晕状态下的炊事人员炊事技能，确保舰艇在航行时，特别是遭遇大风大浪时，能够较好地完成饮食保障任务。黄队选择的是先炒好蛋再炒饭，最后加入配菜一起翻炒，而红队此时加入了蚝油等上色调料，他们选择了开始就炒饭，然后一点一点地加入配菜的方法，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和步骤，不知道最后到底是哪个队做的更好吃一些更快一些。红队直接将鸡蛋倒入锅里的米饭中，将蛋液包裹米饭，而黄队也加入了调料继续翻炒。此时两队已经完全适应了浪木的摆动，红队在碗底撒上了胡萝卜粒，然后才开始盛饭，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盖上盘子，将碗反过来，在盘子一周摆上青菜，将碗轻轻地拿起，饭上一层漂亮的胡萝卜粒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红队的蛋炒饭就完成了。只是黄队最后掂了几下手中的锅，蛋炒饭也做好了，只是相比起红队缺少了一些外观上的装点。从外观和时间上来说，黄队稍逊于红队，但是最终到底哪个队能获胜，还得等裁判品尝过后才能见分晓。经品尝，两队制作的蛋炒饭均达到了标准要求，其中红队用时更少，口味更佳。现在我宣布红队获胜，最终红队成为本期终极英雄的冠军。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经过了三关的激烈比拼，本期终极英雄终于产生了。现在有请勤务船大队政委王善记宣读获胜队名单，有请。现在我宣布本期终极英雄获胜队是红队，队员是一号炊事员上士黄文球，二号炊事员中士陈军。宣读完毕。战友们，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获胜队队员上场。
请为获胜的队员戴上荣誉之花。有请终极英雄的旗帜入场。现在请获胜的队员在这面终极英雄的旗帜上签上他们光荣的名字。亲爱的战友们，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面终极英雄的旗帜上又增添了我们两位战友的名字，它见证了我们海军炊事员高超的军事技能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其他三支参赛队伍，因为你们的参加使我们本次的比赛更加的精彩。在以后的日子里，这面终极英雄的旗帜还将伴随着我们摄制组走进全军和武警部队，记录下一场场激烈的比拼和一个个闪光的名字。好了，亲爱的战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终极英雄到此结束，下周同一时间再见。